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系我阿德华。我今日又带大家去到大埔个市中心去参观。我哋而家去到八号花园去参观一个一房嘅单位。屋苑楼下就有港铁嘅穿梭巴士，可以到达大埔墟火车站，亦有超市同埋食店。步行三分钟就可以去到大埔中心嘅巴士总站，有出香港、九龙、新界唔同路线嘅巴士。八号花园1984年入伙，提供一房至到两房嘅单位。我而家就带大家参观一个333尺一房嘅单位。开门入嚟客厅，间隔有少少钻石形，分开左右两边，可以客饭厅分明咁摆位。望翻出去系开阳嘅市景。房间方面放咗双人床，再加埋大衣柜，依然仲有唔少空间。厨房入面 L 型设计嘅橱柜，可以增加咗唔少储存空间，亦可以安置到雪柜。洗手间方面面积算宽敞，而家系企干设计，仲可以有预留空间可以摆埋洗衣机。睇完影片，如果大家对单位、屋苑或者大埔区其他楼盘有兴趣嘅话，欢迎攞翻我啊！多谢各位。